利用废弃椰子与回收宝特瓶制作椰丝环保专之研究。各位评审大家好，我们的研究题目是利用废弃椰子与回收宝特瓶制作椰丝环保专之研究。这是废弃椰子拉制的椰子丝，这是回收宝特瓶剪碎的塑胶碎屑。以下是我们的研究过程。准备椰丝纤维与宝特瓶碎屑。椰丝水泥砂浆抗压强度试验。椰丝环保砖抗压强度试验。在校园内砌建椰丝清水砖墙。试验结果与研究结论。结论一：废弃椰子与回收宝特瓶可作为普通砖原料。结论二：添加塑胶碎屑可提高椰丝砖的抗压强度。结论三：椰丝环保砖符合一种砖之规定。报告完毕，敬请指教。